毒舌曲文文上线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怜，生个病连个照顾自己的人都没有。哇，算了，你说你这一个单身男人就别到处去给别人增加负担了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也太小心眼了吧，真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兵啊，你可小心被骂缺德引火烧身哦。滚。看着我死的是吗？没死透呢。你才死透了呢。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我来还你手术的钱。13000。这么多钱？你是怕我讹你吗？我可没有你那么倒霉。你小心将来嫁不出去。关你屁事啊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一个人出现精神分裂的前兆就是相信自己对工作特别重要。你嘴巴一个不损人，是不是觉得痒了、啊？